大大切都恢复复，看这里哪一两个？看这里，宝宝恢复，你没有在看哦。恢是他在看我。对，那你在看哪里？你有没有在看书？有。大家都恢复复了健康，来再一遍。大家都恢复了健康，恢复健康，大家都恢复健康了。小熊医生看了，真高兴。好棒，好了，念完了故事书，宝宝好棒，宝宝念完故事书，还想再念吗？嗯。好啊，那我们把字卡念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因为有几个字你都不记得啊，比方说，你看啊，妈妈拿起来你就是不会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会啊。好，你说的是什么？这个我会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好棒，不会啊，这个是自己的字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呢，想一想，你看这两个有勾起来是什么？手的。好棒。好，这个呢，第一个字你会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你可以做好吗，宝宝？你从荧幕上面消失了，做好。荧幕上面做好。荧幕上面有吗？这是什么？追这还不会，对不对？追逐，追来追去，好追逐，好。我刚刚在追逐。对，妈妈。会的放这里。来，这个是什么？会的放这里。不会的放这里。这个我会啊。那明明是刚刚妈妈先说的，妈妈先说追，你才说逐的。来，那这个呢？不是啊。这要不要妈妈提醒你？是我。这个呢？先说的，是我先说的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是我先说。那这个要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我先说。好，说吧。设计。好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，宝宝？第一，最后。好，这个来。棕色。什么色？棕色。好棒。来，这个呢？来，宝宝，这个来。好棒，这个呢？六。好棒，来这个呢？还有关的。好棒，来最后一个。追逐。好棒，宝宝全部都会。那我们还要再念一个故事书，还是你想玩巧虎？刚刚那个是不是好？那你还要念 A B C D？ 要。我们要不要念一下 A B C D？ 不要。不要啊。Fish， 还有一个新的哦，宝宝。好嘞，这是什么 ？G。G。G 念 g 说 g 什么 ？Guitar。
其他说 guitar。好，这个呢？老师有说过。老师说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宝宝，这个是什么？看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宝宝还没有念完，这个念完就可以玩。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给我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Grasshopper。说 grasshopper。grasshopper。garde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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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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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den。g g g garden。g g g grasshopper。g g g grasshopper。g g g guitar。g g g guitar。好的。念他的题目，香桃怎么样？用那个笔把它擦掉。这个笔不能擦掉的，所以我们不用这个笔，好吧？等一下，宝宝。来，我们先说这什么？香桃的图画。图形。图形就是形状的意思，图形。你认识。面的图形吗？请从左侧图中，哪边是左侧？这边是左侧还是这边是左侧？这边是左侧。那这边是左侧还是右侧？右侧。那这边呢？左侧。对，他说从左侧。找出跟右侧相同的图案，然后涂上一样的颜色。这个吗？好，这个是什么形状 ？Circle。啊 ？Circle。那你看一下 ，circle 是什么颜色 ？Circle 是红色。红色。那我们讲 circle 涂红色，我们用这个图，我们这个。喜欢画图了，是好，对呀、啊，宝画图画的好吧？我没有画到外面。对呀、啊，你好棒，真棒，宝宝画的真棒。好，那我还有哪一个也是 circle？ 我把所有的 circle 都涂上红色。啊，前进。哎，这样。哎。我在画图，什么事？快点！我在画图，不要喊我！我在画图，不要喊我！哎，我在画图，不要喊我！我在画图，不要喊我！学习完再说，我在画图，不要喊我啦！我在画图，阿姨不要吵。宝宝，你讲话不可以这么大声，好不好？你讲话太大声了。像小公主一样。嗯，你讲话这么大声，像小公主吗？小公主讲话会这么大声吗？不会。那你刚刚不像小公主。像啊。小公主，你小声一点讲，大家才听得到。你讲很大声，听。妈妈，假如很大声跟你讲话，你听得清楚吗？你大声讲。我不想大声讲，是不是应该要讲？你大声讲。讲慢一点，讲清楚。你大声叫我听。妈妈，我现在听得到吗？讲听得到吗？是不是好吵？好吵，什么听不到？我的耳朵痛痛的。对，那你每次讲话那么大声，是不是别人耳朵也都痛了？对。然后也听不清楚你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下次你要慢慢轻轻的讲，人家才会听得清楚，这样懂吗？懂。可是你们在讲话，阿姨听不清楚。因为你，那我们就慢慢讲，好不好？对啊。或是等别人讲完了再讲，对不对？对。